很不错的手段，但是你敢打赌齐宇飞所言就是真的？我宇飞姐说的话我当然信。来人，把这废物给我废了，把他双腿给我敲折，拉回去拴到狗洞里，看我怎么好好折磨他。等等，宇飞姐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这里是顾家，他这个叛国贼跑到这里来惹是生非，理应由顾家处理。顾倾城乃一介将领，嫉恶如仇，我想他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吧。顾倾城，他可是害死了千千万万的百姓啊！国主仁慈放他一马，他却拿着一块过期的免死金牌在这里为非作歹。你若放过他，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万千亡灵啊？